没有骗我，你以前说过你会回来，现在你果然回来了。小道长，长夜漫漫，要不要和奴家花前月下？把那个坟的位置告诉我吧，会议白天是不会出来的，我晚上过去看看情况。多谢道长解开封印，小女子曾习得一套双修功法，我可以每天多次和道长双修。如果你愿意带我收集一些材料，我愿意送你一把上好的武器。进入那个世界见到仙，甚至成为仙，你不心痛吗？今天你们都得死在这里，成为我开仙门的祭品吧。